三，戒灵真，修道人之修道宝筏。三，普渡，渡人求道后求道卡，要载时间、地点，点传师宝师交代妥，存熟记于心，然后要学礼节佛规，参戒听经文法，以礼心，进而研究经典，学半道，人而行公义德。三戒灵真，修道人之修道宝筏。三曹普渡，渡人求道后求道卡，要载明先地点，点传师引宝师交代妥，存熟记于心，然后要礼节佛规，参加法会听讲法，以礼洗净而研究经典，学半道，人而行格。戒灵真，人之修道宝筏。三曹普渡，人求道后求道卡，载明时间地点，点传师引宝师交代妥，熟记经，然后要学礼节佛规，参加法会听闻法，以礼洗心，进而研究经典，学半道，人而行功立德。宝筏妥存熟记于心，然后要礼节佛，参加法会听经闻法，以礼洗心而研究经典，学半道，渡人而行功立德。三戒灵真，修道人之修道宝筏。三曹普渡，渡人求道后求道卡，载明时间地点，点传师引师宝师交代存熟记于心，然后学礼节佛规，参加法会听经闻法，以礼进而研究经典，学半道，渡人而行功立德。